生要出去在那个在上班。啊不，我是讲厂家厂区工。厂家是叫谁啊？一三六，来了，回家太累了哈。轻松哎，今天应该在紧张吧？我想伊已经昏睡了，无做伊伊会穿啥物？对啊，想要买个烫烫的衫。我头应该是要睡啊，还是讲怎样？要睡啊？啊，伊的头发伊伊安尼看伊个面，朋友伊穿头头，戴做伊个遐，哎呦，刚刚刚刚，我正对讲，我看见都会流。我来对话就是跟安尼聊。对啊，伊在游泳诶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